有想过一大师要买那句话。哦，我的肉现在存好多，出资好多钱哦。回想起来更恐怖。有想过一大师要买？哦，我的肉现在存好多，大师你有出资吗？没有，回想起来都没有。对吧？不知道。回想起来我出资好多钱哦。大师你有出资吗？没有，也够多。你出多少？好像2100吧。真的假的？回想起来我出资好多钱。我才500而已。500圆梦好不好？只是国中生而已。不会吧？看客家之的发展不啊？你看我上悟空这一句国中生。我讨厌悟空。不会吧？客家是应该中路吧？客家之的。哎，那个哦，布拉姆了。不是客家，应该是达瑞斯上路。然后没有。客家是啥炮？客家是啥炮？客家是啥炮？客家是不是客家是不是啥炮？小波是布朗姆吧？对，布朗姆。然后好运解释一个，就是上，这样中路。克加斯应该中，达瑞斯应该上。对，因为克加斯有中路的。然后好运解释，只是很少人在玩。这样中路。我可能知道。对，因为克加斯有。既然这样，然后魔攻一大师。只是很少人在玩。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？六倍哦。一大师魔攻超屌的，好不好？你不懂。好，你就出魔攻。啊，很难呢，我不会出魔攻哎。我感觉今天的劲好像很凶的样子啊。有吗？他很久没玩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只是让我自己有点信心而已，不要累啊。看上一次跟那个。跟大叔玩的时候是那个，他玩那个谁，凯尔的时候。哦，是哦。跟那个超雷的那一场。不要提了。大叔玩的时候是那个。我想大叔声音一定变多。什么？我想你应该变很多了。你说变多什么？我看过你的战绩了，超强的。最好是哦，我说被我同事吊打。对啊，你都跟你同事组队吼。昨天哎呀，我前天看到你了，我前一秒昨天小六哦，小六没有，小六是网友。哦，网友。小六是网友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好好哟，我姐姐了，姐姐了，而且我是跟男朋友一起打。第三个。小六应该有男朋友了。有啊。对啊。哦，你要吃人家豆腐。我记得我好像跟他打过。这局都来了，枪口都出现了，我们现在没有。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出现，就出现小兵。我自己打喽，我对达瑞斯。可以。达瑞斯哦，请起，不要让他害走掉。我自己打喽。因为达瑞斯不管是前期后期都很肥。哎呦，那你可以尽量打，因为他攻击不高。击不怎么高哎，这一场可能会比较好。你 OK 吧 ？OK 啊，我是大叔。没问题。你们下路看起来 OK 啊？这场定的、你 OK 吧？可是我最怕你这局。对啊，这局闯上去啊！悟空吊打起来就恐怖了。最怕悟空突然出现。我之前上路大师，然后对付孙悟空，差点被电惨。
还有那是当时蒙丘蒙的脑冠，早当时都被电惨。哎、欸，我上一场也是要靠那设施的。嗯。还有那是当时蒙丘要跟我比那设施吗？烂东西，这个还要磨？好运姐跟进，那这里打才会赢呢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运姐跟进，我才是好运姐才会赢呢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没有，因为我快没魔了。没有，你没魔可以，还是可以继续打。我才是好运，主攻啊。对啊。现在普通人是很痛。没有，因为我快没魔了。我觉得，我怎么觉得石头人就是在我后面等着等着箭头吗？等着箭头吗？对啊。我觉得，我怎么觉得石头人就是在我后面？我跟你讲，可以赢就好了。等着可以。如果飞起来的话行。加油，张顶住石头。石头人哦，应该不够，完蛋，看起来不够打。哎，贼狙在哪里啊？贼狙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啊，在下面吗？我在这里啊。哇，酸酸酸，痛！我防御好啊，比较好点，我防御够。差点发电，不够。不要点呐、啊！我防御好，困难在后面一直在后面一直躲我。我还有普通格，不要点。好、啊，过去呀、啊。在后面一直躲我。我过去帮你一下下。我还有普通格，一直看起来 OK。好、啊，过去啊。啊，他不能点三小的。你有没有没有？我普通也很大。飞机在哪里啊？他们的飞机在哪里？先干掉好运姐，先干掉好运姐。哇！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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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啊！儿子，被好运者干掉！哇！撤撤撤撤撤撤！我的妈！我不要成为第三者。你就帮个忙挡一下，我就过去了啦。不要成为第三者，悟空可能中你哦。就帮个忙挡一下，我就过去了啦。可能。哦，你血趴小叮当，我好快就没血啊。为什么我很快就没血趴小叮当？应该是尿。刚超级快就没血，我刚过来就挂了。中路也挂了。非常会输，应该会输。帮中路，我顶下路。OK。中路也挂了。你顶得住吗？我顶不住。可以啊，他们人又还没来。对。OK。不错。石头，快点！我知道你可以的，当盾牌吧。石头，快点！我知道你可以的，当盾牌。啊，你那打到十分钟就够了。哦，你用命点，点点点。乔瑞斯不见了。嗯贼狙，弄快一点啊！
就靠你打。我赶快打等级升起来啊！我这边亮了，你看到吗？就靠你打。我都弄得比你们多了呢。赶快打大树又多起来啊！我这边亮了，你看到吗？都求我血就是不够多啊！你拼了不？你可以好命。你就送我，你送我进我就可以玩。都求我血就是不够多。动动。你就送我，你送我进我就可以。好吧，那个叫做不是血太少，因为反应一开始不是。打完那个叫做不是血太少，因为反应一开始不是。大叔 OK 吗？你帮我抓他。啊？帮我抓他一下。你弄完之后，你上来顺便帮我抓他就好了。大叔 OK 吗？你帮我抓他。好，我抓去喽。帮我抓他一下。先打一下鸟鸟，你回去。弄完之后，你上来顺便帮我抓。我也是一只。我靠，是的。我就送一直就是打好痛、啊、打了一次很可能我靠我没什么钱啊真的假的很可能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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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好抓，他很好抓。我有他。哦，你靠背。啊，有他。很烦呢。不用支援，我按错了啦。你在说谁来着？你要跟谁讲话？哦，下次要不然我就当下路的用支援，我按错了。这段也是这句，不用帮下路啦。这句话，你不用帮下路。哦，乌龟回来了。快啊，快换子弹呐！为他中立耶，就是没有中立哦。没有，他应该是回来了，恢复连线。不可能、啊，那恢复连线是个七等的、啊。哦。就他刚才只是一直没有来帮而已啊，只是一直在弄，这不可能，这么我要小心哦。就他刚才只是一直没有来帮而已，演那么多，演那么多，自己不会想到。猴子往下、哦，猴子往下、哦。嗯哼，在一石那边吗？我、哦、开大怎么开啊？猴子往下、哦。按R 就对了、啊，对着敌人按 R， 就按 R 而已、哦。对啊，就这样、哦。哎。我觉得这中路这个 AP 很雷啊。对，就这样，一直按 R，、啊、一直按 R。啊。啊我的手要爆筋啊！你怎么开的？我真的怀疑。哦，看石头是怎样？你看他跟剑家一样嘴炮。哦，看我都开大了。你看我都开大了，他变矮木了。好清楚。他们在打小没有。
我们家这局要不要打了？一局唯有小龙就好。我们家这局要不要打？哎、欸，帮我顾一下上面，帮我顾一下上面，去打，去找他。他不会打，不要打他。好运姐，好运姐，躲起来！Yes, nice. 一打是中，你不是讲的嘞？来吧，来吧，滴，嘣。Yes, nice.来吧，来吧。哎、欸，下路需要帮啊！帮我们家的沙，帮我看一下这局在哪里。我们家的沙扣不见啦、啊！他这边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下路需要帮啊！帮我们家的沙，帮我看一下这局。好运姐上去了，没有，没有上去。我上来要破，大家稳。不放在这里，不放在这里，不放在这里。没有上去。Help! Help! 上来要破，大家稳。Help! Help! 哦，干！我卡大炮，不爽。啊！闪现，这不给我开！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！守住，守住！我们过去开。劲太大，劲太大，太多、啊。等等啊，还不够。劲太大。够远。输出，输出，守住，守住。那守住中，拜托，守住中哦，走走走。啊，好嘞！什么鬼、啊？我跟你讲呢。只要进得大被干扰，没有被干扰啊！对啊，就是他，就是缺点了。机车，没有就远点开就好，没关系，都 OK 的。对啊，等时间呢。科家去的范围大概是一科家是蛮会打的，好会玩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干三次了。好，我要被干掉。没关系，不会。可以，打他，等一下，打，不要，不要过去，对吧？追他，打他，我用，打，不要过去，对，我觉得我要出一下生命的，我用，我真血不够。来，推中。对。你确定要狠狠推中路吗？当然啊，现在强视角。他们都爆一个塔了，他们不推，不然要干嘛？来，推中。我冲了，我要冲了。打，继续打。好，闪。我都开 Q 回来，闪了，你那里太远了啦，那他不知道那边啊，闪，那边，来不及救，靠腰啊，守住，算了。守住，好妖啊！右背，没关系，守住塔。守住，快点哦！来啊！他们客家很弱。可以啦，等一下，下路那个
本来送，这他妈就这么完蛋，几乎被柯家干掉了。莫非说先打？打一直走回去了，这样打的输。我刚朝他那里开一枪，他不知道，往旁边跑。你要打一次的时候就 Q 跑回去了，搞屁啊！没有，你们可以先打，我守住啊。我血不够啊。乱开，他说谁？我。安全的，只要进去摸黑一下就好了。好幸福哟！好险，我那有一个。我觉得我们还有，干他自己，他就在那边垒，还说怎样？他不开心，他就跳电了吗？不是吗？哎，悟空！哎，悟空！哎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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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小
好，冲冲！不要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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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冲！自己说一起打的。哦，至少让我抢一下头嘛。自己说一起打的。哎、欸，打 AD 啦，不要打那个啦！是，为什么？客家不要打三角，怎么是这样？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啊，我看一下，按到了，按到了，哇，给你被记住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！我看一下，那一个按到了，按到了，哇，给你被记住。啊，还行。我靠！哇，攻击很高哎、欸！那攻击高到一个爆！别的人要投吗？投啊！那攻击高到一个爆！哎，别的人要投吗？哎，输了。哎。